Hi everyone, we're republishing some early videos with English translations and improved subtitles to make them more accessible to lower intermediates. The following video was filmed in 2016. If you like our content, please consider making a minimum one-time $10 donation to help us continue producing it. In return, you will get access to all our premium content, which includes downloads of all our videos, audio files, video transcript PDFs, digital Hanzi posters, as well as flashcards and listen to audio with transcript. Links to donate are below.这间公寓的话是我去年的时候租到的，然后我当时我记得我找了差不多一下午吧，然后我一直从那边走到这边，然后我第一次上来的时候，这个是新公寓，然后走进来一看，哇，你看这个阳台，这个阳台非常大，然后很干净，还有厕所，所以我当时就决定，我要把它租下来。这是我的厨房，比较简单，就一个微波炉，是我朋友送的，然后一些油、调料、一些基本的调料，还有这个是美国的产品，安利洗洁精刷碗的。这边的话，因为太阳太大，所以我把我的破床单给挂到上面挡一下阳光，对，可以从这里看，那些我这边是在八楼，所以。视线不是特别好，但是还比较还不错，风比较大。对，然后我们去看一下我的房间吧，先来看一下我的房间。基本上我的房间就这么小，我一个人住还是挺可以的。然后这里是我贴的一些我学习的一些单词，然后这个是我跟我的最好的朋友去爬山的时候照的，对。 然后这个花是已经干了，是我公司的同事送的，这个是我跟我的一个好朋友在商场的时候别人送的。然后这个小黑板值得一提的是，我在网上买的，然后只要贴在墙上，你就可以像老师一样的用这个黑笔写字。对，这个是我刚刚教我的一个美国朋友学的一个叫僵尸，英文应该是zombie。对，然后这个是我最喜欢的花，小雏菊。 然后我最喜欢的颜色是蓝色，所以我买了蓝色跟白色一起。这个是我刚搬家的时候我朋友送给我的，在深圳的大分买的。对，你看它的移出发也很漂亮。然后对了，这个冰箱，你们猜猜多少钱？才600块，600人民币，大约是100美金不到。然后我们去看一下我的卧室吧。 这个是我的吉他，我先放在这里吧。然后你们看到那个了吗？那个是我朋友从加拿大寄给我的圣诞礼物。然后这边是我的梳妆台，就是平常化妆啊，然后护肤用的。然后这边是我的小书桌，可以看一下。我比较喜欢买书，所以我买了很多书，中文书还有英文书。 我一个同事送给我一本圣经，Bible，我只读了一点点。对了，还有这个，猜猜这个是什么？我演讲的时候，在公司演讲的时候得了第三名。对，我正在想办法把这个窗帘挂上去。这个没有窗帘，但是我是贴了一层纸，因为我怕别人看到我，所以我贴了一层纸。 然后过一段时间我会把窗帘挂上去。我还比较喜欢我的房间，因为第一它很新，然后很干净，最重要的是它非常便宜。你们猜一猜这个房间一个月要多少钱？你们肯定猜不到，对吧？这个房间要750人民币，那换算成美金的话，应该就是一百多一点点美金。 你们看它这个灯，这个灯是 LED 的，因为原来我就是做 LED 的销售，
所以我的朋友送了我两根，那这个是非常好的，所以我还蛮喜欢的。基本上我的公寓就是这样子的，有一点点乱上面，不过不要拍，有点乱。然后我的衣柜，一些衣服、裙子啊，好了，那差不多了。